被黑整容失败，金晨霸气回应歪嘴，天生丽质百毒不侵。今天金晨晒出一组照片，正面回应造谣黑粉，这是在说近期一些网友对他的争议，觉得他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经常出现歪嘴表情，是整容失败了，无法控制自己的面部神经。之后还被微博营销号搬运刷屏吐槽金晨整容失败导致嘴歪，他今天才特意晒出自己的童年照片，实锤证明自己嘴巴略歪是天生的，很多人的五官都不是完全对称，这是正常生理现象。最近登上浪姐，金晨出色的表现非常亮眼，让更多观众认识并喜欢上他，但同时高关注度也带来许多看他不爽的黑粉，随便找到一个点就群起而攻之，甚至不惜造谣。